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这段时间我们分享扫罗，我们来看一个领袖，一个做领袖的人，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是怎么样被拣选，怎么样站在那个位置上。当然在扫罗身上，我们还看到一个很悲哀的时候，后来他是怎么样从那个位置上被弃绝下来。这里面有榜样，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见解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。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的最后，我们讲到说他已经被显明出来，他是那个被拣选的王。而后来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，他说这个人被神拣选之后，神就会兴起一些人来，神会感动有一群人，这些人愿意跟随他。可是在这一节经文的后面半段也说，其实有另外一些人就藐视他，瞧不起他。那些人呢，根本就觉得你不配，你是谁啊？你哪里冒出来的？其实每一个成为领袖的人可能都会面对这样的状况。既然是领袖，大概就意味着有人愿意跟随你。没有人跟随，那叫什么领袖呢？有人愿意跟随，那是一个恩典。但是恐怕也有人会拒绝你，也有人会藐视，也有人会觉得说凭什么是你。这样两个人都会在我们的周围。我今天在预备这一集恩典365的时候，我在祷告，我里面有一些感动。我想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你也正在面对这样的问题，你被擢拔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。每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当然都期待我周围的人都支持我，都赞成我，可是那通常来讲大概不太可能每一个人都那样支持，那样赞成。总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你怎么做他都觉得不欣赏你，你怎么做他都觉得你怎么会这样，那怎么办？扫罗怎么面对这个问题？这就是一个榜样。后面有一句话说，扫罗却不理会。所谓不理会的意思，不是说我假装不知道，或者是说我管你们的。那个不理会的意思是说，我不定睛在这样的事上，我不会一直在看，哎，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那个人不支持我？为什么他接受一个事实，我怎么做都可能有人不赞成。我承认这是一个事实，我承认不会每一个人都觉得我要支持他，我要支持他，我要支持他。每个人都可能有他的选择，他从他的角度看我，可能会赞成，也可能会反对。我们在网络上，我相信很多人这个年轻人上网就能够体会，不管你贴什么东西，哎，都有人给你按赞，可是也有人会说不好，我不赞成你。但是关键在你要不要被他影响呢？如果你被他影响，你一再看为什么有人不喜欢我，为什么有人说不好，为什么有人不赞成，那第一，你一直定睛在这些事上的时候，第一个部分你会受他影响，你会不快乐，甚至久而久之你会里面有很多的苦毒。最近看到有一位演艺人员他自杀，很难过的是说，他说他因为看到在网络上很多人批判他，很多人骂他，很多人好可惜哦。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看到扫罗懂得一件事，我不要定睛在那些反对我的人身上，因为永远可能会有这样的人，我怎么做都会有人反对我，所以我不要定睛在那样的事上，我不让那样子的事情成为我里面的苦毒怨恨。而另外一方面，当我一直定睛在这些人反对我的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开始去讨好一些人。我在做这样的事情，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就会想，那他会不会不喜欢我啊？那为着要讨他喜欢，我要不要妥协一下，要把你的眼光定睛在我的生命里面那个真正的评审，在上帝的手中，他怎么看我比人怎么看我重要。如果我一直定睛在人的身上，第一，你不可能使所有的人都支持你，而且不必为此因为讨好人反而得罪了那真正的评审，得罪了神。
这世界有两个面，一边有光芒，一边就黑夜。也许在那另一边，也有一个我，心情却不同。我祈祷，我试着坚强点，我祷告，等阳光照亮我的脸。清楚看见，没有谁比得上这光线。你是我心灵的泉源，第二感照亮我。其实我真的很想要掉下眼泪，能不能让我的灵魂别再沉睡？这世界有两